汪剧团能够来参加台中歌剧院的开幕季的演出，所以我们这次就花了一些心思，我们特别想到了一出新编京剧，全新的创作《孝庄与多尔衮》。那为什么挑这出戏呢？当然因为国光剧团拥有能够演孝庄皇太后的魏海敏，还有能够演多尔衮的唐文华，更适合演红尘仇的温宇航，当然是因为国光剧团有这些优秀的演员。可是更主要的意思就是呢，孝庄皇太后是清朝的开国太后，在孝庄她稳定了政局之后，才能够有顺治之后的康雍乾三朝盛世。所以我想在台中歌剧院开幕的时候，国光剧团就选择了一出开国盛世这样的一出戏，以及适合国光演员的戏。那么希望不仅台中的观众，希望全台湾的观众都能够来到台中歌剧院欣赏啊这样的一出演出。那么这个故事本身哈，我想大家都很熟悉的，就是大玉儿的故事。那么这个故事本身呢，是历史里面它是正史的，是与史有据的。可是史料里面记载的很清楚的东西，到了人际关系跟人物内心的情感的时候，史料也是不会说太多的。其实这出戏在编剧的时候其实是蛮过瘾的，因为我们是在历史的空隙里面做文章，那么也因此让这个戏有政治、有历史，更有人物的情感，有亲情，更有爱情，所以它是一个很饱满、很浓烈的一出戏。不见不散。